东街四十二号精品嘅豪宅盘，呢间就585尺，一个两房开放处理间隔，入嚟啦就有小玄关位，呢边就可以摆下啲手机啦，佢做咗 decoration， 下面就鞋柜位嚟嘅，收纳空间系绝对够啦。然后呢度就开放式厨房，如果你话煮嘢都方便嘅，洗啦、切啦、煮啦，都一体化。储物量绝对系够晒，所有层架做满晒俾你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呢度就有一间细啲嘅睡房，摆完张床仲可以摆个衣柜位，都几骨子嘅。虽然系低层市区景，但佢望出去景观都几通透嘅。呢度仲有一个趟门，咁如果煮嘢就可以方便佢。有入到嚟就一个客厅嘅位置，我觉得佢设计个装修几好嘅，海灯、原木嘅墙台，个人最差冇问题。然后佢做咗一个弧形嘅梳化，整体嘅空间或者个层高都舒服嘅，坐低呢度可以挂部电视。佢呢度就有一个白色嘅露台啦，个视野系几通透嘅，系啦。你会望到个球场啦，有旧楼，因为喺个山度，居高临下咁样扫过去 ，OK 嘅，成个视野系好开扬。咁呢度有个收纳嘅空间，可以摆一啲嘢，同埋有个洗衣机喺里面。个浴室嚟讲，我觉得相当大，佢做咗一个二分嚟嘅设计，呢度就系洗漱盆啦，同埋佢呢度都有啲收纳量，就系啲人做大事嘅空间。你见到都比较寂寞，淋浴区同埋佢有窗嘅。主人房入嚟呢就有个好大嘅衣柜位，基本上摆衫都够摆，有张床就有四尺床，摆完之后三边落到床，好难得。嗰边仲有个对流窗，呢边仲有个窗台位，望出去视野，就算我哋五楼个视野都好开阔，成间屋靓仔嘅。现时发展商意向尺价38000，你觉得咁嘅位置、咁嘅景观、咁嘅质素值唔值？留言话我知。